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世世尼佛各位听众，大家阿弥陀佛。我们说解魔法的时候呢，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叫要审定事情的时候，常常大家要集合，所以就会集合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集合的呃钱方便，钱方便。所以戒律呢，事实上是什么？钱方便是什么？就是一定有，它分成有四个领域，叫做人法。 是，还有处，这件事情要在哪个地方？是多少人来解决？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事情？要有多少人啊？多少？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来参加的？人法，还有呢？什么事件？还有什么样的叫做处所？这个叫做身上结魔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结界。 生人不可无界而居。所谓界限，不如说什么？我们不能说全世界做一个界，我们生人就是遍布全世界，不是这样的啦。叫做一个教团，它是有一个界限的。那我们在行使这个法的时候，人可以进出，人可以流动，但是今天要要什么事件，要修什么法，在什么样的界限之内？ 大家在这里讲清楚的，他一定有一个地方。你不是叫几个人跑到外面去，他、啊、说一说，啊，就叫做什么成立？这没道理的啦。这生善结末，要要结界，要出罪，要出罪，有一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呢，那个人、法事还有处所，这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啊，所以那个处所本身就会、哎，在戒律里面有规定，规定。那如果是叫做什么样的人啊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受戒啊，大家尽量受戒。那佛教要请多少人来受戒？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来？不可能啊！如果在这个道这个道场在办啊，所有的人大家都来参加啊，外面工作不用做吗？有的人也要赶快去准备。 哎，晚餐呐、啊，早餐呐、啊，啊，或者有人要去看，啊，注意安全呐、啊，或者要注意那车车子的问题啊，有的人本身还有人生病的呢。凡是呢，我们要开开一个会，大家都要来，来那个叫做，这个叫做生团的那个叫集合，这个生叫做什么呢？叫生是一个个人，它是也一个叫做。 叫做诶众人。所以个人的时候就像一棵树，可是呢，一个树林的时候，在树林你要怎么样来切分？这个啊，大家一定要来参加的。所以当我们在讲那个界界在哪里的时候，界限的那个疆域在哪里的时候，一定要。我们现在住在楼上了啊，我们这个大楼了啊。 或者是我们住在哦山上啊，山上全部都是吗？啊，有的时候他结的叫做哎、啊，我们的界在哪里？所以常常就这是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啊。你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你出这个界去出去以后呢？那你就要告假，你就要告假，要跟人家说什么，啊、要讲清楚，不然大家啊，如果有的人也会说。 哎，我出去办公室，什么办什么公事？说你们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不在，这就是什么？这叫说欲。说欲，欲是什么？就是我想去做什么，而、啊、我呢，不是你想去做什么，而是呢，我去那个，我有生病，我生病了，那我呢？ 不能来参加，那生病不能来参加也可以啊，他就有条件。是，玉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就好像是委托书，是非常非常。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些事的，有生病的，或是看病的，还有呢三宝寺，或者是有塔寺，塔寺叫寺院的寺。 或者我在做衣服，或者在我有共同的如法生事，这些多叫做说欲。那你要说欲的时候，就也要有一个叫做接受你的欲的这个人，他带到那个叫做会场啊去说，就是受欲，所以变成一个那个欲是什么？就是也就是我的心念呐、啊，我现在这样 啊、我的信念为什么要说这些？所以有说欲的人，有受欲的人，也有呢。那个叫持欲的，持欲的就持着你的这个委托书呢。啊，这个委托是什么？用口说的，有时候不见得是写字的我们见到如果说开会，我现在开董事会也是一样那谁不能来？啊，你你不能来，你这个董事，只有董事才能够接受另外一个董事的那个欲，不是？ 张三李四全部大家都通通，哎，写写一条条子，然后就不来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佛教的这些其实是很合乎科学的，就是、开会原则的，对，这开会原则啊，一定在什么地方啊，那个要要全部到达了啊，然后得到那个叫合法的一个叫做程序。 所以常常呢，大家在要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会先说几几个句子，叫做钱方便，叫生吉口。大家都集合了吗？啊，就有人回答说啊，点算了要叫以及。然后和合和和合是什么意思？哎，大家和合吗？所谓的和合是什么？叫生的意思叫和合，就是和合。 啊你，你是说我们来到这里的人，身他到了，口也到了，啊，心也到了，那意思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同时呢，不要人家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在唱反调，而且本身在那里捣蛋，那什么叫和和呢？所以身到了，那应该来的他来了，可是他如果没有来呢？他写了。 那个说玉的，他说玉的，那可不可以？可可以啊。第二个叫做和和侯，哎、欸，有没有和和啊？如果有的来啊，他叫反对，可是来了以后，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些？叫做说玉跟加拿大集合在一起来讨论这些呢？就是说我尽管没有去。 可是大众规定的，我一定要遵守，我完全接受，我完全接受。这是一个叫做大家在一起，从叫做共同来讨论事情，不是不是只有个人而已了、啊，所以都要参加节目法。 而且让这种结膜法可以可以叫共同来推动，啊，共同来推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透过这个叫众人的意思，就众人来处理这件事情。这叫在戒律里面叫做两千多年前我们的戒律就这么一条一条这么记录下来。 就是这么记录下来的，不是叫做佛教，不是只有个人的，呃，个人的事，这叫做大家共同来讨论，所以就会问生吉好，叫第二个问题是和和好，和和吗？那意思是什么？呃，该来的通通来了了。第二个叫做来的人呢，就是接受这些，大家一起来讨论的生口意。 也带着呢，哎、欸，我就是要来参加，共同来讨论这件事情，可<嘿>然后第三个就在问：未受拒戒者出口，未受拒戒者呢？这里可以来讨论的，全部都是受了拒足戒的人。如果比丘尼，就全部都比丘尼，全部都比丘尼来讨论比丘尼的事，不是请在家居士来讨论，请这沙弥来解。 来讨论，请这比丘来讨论，而、啊、不是这样的。说未受具戒者，不如说呢，一定要条件、资格合乎的人才能够来讨论。哎、欸，这些都是一个叫做，不如说也是叫做清场吧？不是，是一个叫做要要先决定他的这一票算不算了啊，不然。 他不能讨论啊，然后就在那边听啊，听了以后就变成了又多一些叫做多的叫分歧的看法，不是这样的啦。所以当大家在讲问这些的时候，这叫做钱方便，方便的是什么？还没有讨论进入正题以前，先一定要处理这些。我们现在开会，民主开会不都是也是如此吗？ 大家读这些，我是觉得是叫做，嘿，还还是要知道，作为一个商人，还是要知道的吧。嘿。啊，地位高不来足比丘尼说：“又好，说啊，今天没有来的人，他们有没有？他们有没有提出？他们要什么事情没有来？就是他一定要来啊，他今天没有来啊，那他有没有说说欲，有没有？” 委托书啊啊，或者是叫做说他自己要说什么呢？啊，或者是说欲以外叫做极清净。不莱珠比丘尼说欲极清净的，他是说他清净的，他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样的叫做过错，或者是叫做哎，叫做有代叫叫做厨艺的问题。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呢啊！如果说呢，说与情清净呢，什么时候可以说生病的，或者三宝事，或者塔事？塔事意思什么？就是哎，在他在工地啊，啊在在看顾道场啊，或者是他在做衣服啊，或者是他有哎共同的如法生事，所以他不能够参加，这就先讲好的嘛。 我还有事情在身上说，说我才没有来参加。但是我把我的欲跟我清净的我这些，就请人家带过去。目的是你们决定的，我完全接受，而且我就要这样遵行。不然的话呢？啊，公布了这里开会了，那那边不遵行，你说可以怎么办？啊，更多的是，如果在说欲，这等一下我再说。 他还有很多情况的。你说我，我要把我的欲交给你，我的心交给你，不如说呢，啊，你要接受我的委托，拿到那个叫会长，会长是谁呢？不是有一个主角，不是一个主人啊，一直是什么？叫他在推啊，其他人都当做没事，没这一回事的了。大家都是叫做集团的一份子。 啊，另外第五个，还有生听何何何所作为，才告诉说，今天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大家在这里做什么呢？为什么大家挤在一起呢？啊，就开始说我们要做什么。所以那个在在聚力里面常常有这些，就说、是、啊、哦，就会有人出来说，就说有一些叫做哎，结默师啊，或者哎，他就会出来说，哎，大解生听。 做生时到生人听，好，我就开始说。啊，这个叫做是什么？第一个先表白说：“哎，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句子哦。这前面说我们要做什么，可是啊，问题就是啊，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这样开始的。这两个句子不一样的语气不一样，所以这个叫一。 白一,一节目连要讲几次几几百几节目都有一定的。如果要受戒的时候，就这个一百先讲好。我们现在为他们受戒啊，好，意思就是说，这个叫做我们的正式叫做件事。那如果下面就要问说，哎，我们下面就要问你们答应吗？答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开始说。 成，好，可以的。这个叫做很多个程序在处理这样的时候，事实上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在界内，而且那个界要多少人，要多少个，用什么法，用什么样的处所？还有处理这件事情，都很清楚的。这叫，这也叫做疑鬼，这叫疑鬼。 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开胃方式，而不是希用念念大悲咒就完了。所以那个叫生团之所以能够叫做哎生生不息，叫正法久住，还是要有人本身懂得这些，本身啊重视这些，然后哎可以来讨论。但是回过头来是。 能够讨论大家叫做是什么，叫开诚布公来看待佛教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哦。啊，这个人呢，如果他拿着一个、两个、三个、五个的人的玉呢，他就到了现会场了。可是问题是什么？他自己又讲想,想他自己不想去的，那这些人他接受人家的这些不就泡汤了吗？那怎么办呢？ 不可以，他必须要再转，他必须要再转，他必须再转，或者是他自己就就走开了啊，然后呢，啊，这种不了了之了，不是这样的。他自己呢，在开会的时间内，他必须回到那个地方，哎把。 他原来接受人家的这些呢，他全部都在叫教一个人带过去，叫带过去，这个叫做什么？如果没有带过去，叫做失掉，叫失欲。所以这个欲的意思叫就是心念，我的心，我的愿望，我的愿望啊！你接受人家愿望，你就要带出去嘛，不可以叫走到半路啊，或者怎么样呢？ 啊，然后就没有带到会场，带到会场，而且时间过了才说，那也没有用，也没有用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变成是什么？嘿，就要转欲，私欲以后就要转，要转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要再找到一个人，叫说：“哎，这都有一定的语词，这些语词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读了以后知道他在说什么。” 大德一心念，我我勿因比丘尼，与众多比丘尼受欲清净，比及我身如法生是与欲清净，要还是要这样讲的？这叫做我再转到一个叫转，转了以后呢，我自己这样叫表白一次。 他就帮我就转过去了。那转过去以后是什么？这个人要到会场去呢，而且他要及时哦，不能说到了那个过了时间以后才讲这些没有用的了。这是以前大概不是用文字表达，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不是用文字表达，它是用语言，而语言本身这叫受，叫重托，而且把它当。 真的很慎重的，就是来处理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这就戒律里面全部都有。我自己说读戒律呢，读这些，我是也感受到他们好像吞口水，我都可以闻得到；他们叫都可以听得到；他们连那个叫做哎、欸，那个叫经典里面说，请客吞口水，打个喷嚏，或者是叫咳嗽一下。 你都可以听到这种声音，真的非常非常亲切，而且佛教的经典戒律，世上呢就是这样一直传下来，一直这样传下来，世上也一，你可以在这里面，你读到当时佛陀怎么教导大家的。尽管这些戒律有时候说呢也有。 有一些叫做根动，但是这个根动，我们反而要抓住它原则跟精神在哪里，用这些原则精神，随着它到红传到世界各地，不是要叫做你完全硬邦邦的这样接受下来，有时候也不尽然。可是呢，你能够知道，这些不是纯空性啊，纯实相。 而是叫做，要知道戒律本身也有叫做有一些根动的，像说有一条戒律，就是那时候的那个叫做不方便，所以呢规定了半月半月沐浴，半月半月才洗一次澡。天气热呢怎么办？出出门呢淋到雨又怎么办呢？ 吹的风沙怎么办呢？有时候出坡工作，身体弄脏了，那怎么办呢？就说，啊，半个月不行了，啊，就改，啊，怎么改呢？结果变成，一次改、两次改、三次改，啊，改了七八次的都有，啊，最后是什么？就是同一条戒、就是，就，哎，如果比丘尼，哎，半月沐浴。 就是还是照这样写，可是呢，如果病时，呃，有时候会生病了，把身体弄脏了；雨时出出出,出门淋到雨的，热时，还有什么时什么时，很多个，那应当学。这个实际上不是很重的戒，但是呢，它呢。 有一些叫做修订的、改的这种凿刻的痕迹都还是留下来，这是很可贵。而且呢，是佛陀怎么教导教导弟子们，不如说，呃，教导人们应该怎么样叫做过，还是可以过修道的生活，而且在世间也可以保护自己的。 我是觉得说，反而要读这些呢。世上只有告诉自己，人要怎么过修道生活，怎么在世间可以很清楚的在看到，不管是照顾自己，不管是照顾别人，他有一个叫做，除了叫个人的。 叫做，哎，应该自我的本分；还有一个叫修学，叫做菩萨道。修学叫做跟世间能够相互的安顿和谐，不是只有佛教的这些戒律而已。我是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哦，说佛陀那时候的正哥的思维，正哥的思维。 甚至呢，有一个叫做，哎，像那个，那个叫做穿皮鞋，可不可以穿皮鞋？本来就说不要不要穿好的，不要穿什么。啊，其实印度呢，他们连不要说穿皮鞋，他们都穿拖鞋，都打赤脚的。但是如果很寒冷的地方，你的脚碰到那个石头，那个沙砾的石头本身是一个一个都是荆棘，好像。 刀在刺人的，那这个多事呢，在戒律里面，就是怎么去在一个叫好的环境、不好的环境，而是怎么样去处理的。人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珍惜别人的生命，而且一个宗教本身能够屹立在世间，它有方法的。 有方法的，所以叫做，尤其在聚众的时候，啊，当然生病了啊。如果生病，他病得很重，那也不能出来，那怎么办？那有时候有些有些集合是不能够请假的，有不能请假的。我们在这个叫做结界的时候，那是没有请假的。 结界没有请假，所谓没有请假是什么？大家都要知道借到哪里，那要到哪里的时候怎么办呢？大家就到他的床前去说嘛。我们甚至连戒律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叫做这样的记录跟这样的规定。为什么要到他床前去说？让他也知道，他是他不能够出来，但是呢，他也应该要知道。 这个叫做，我是说，这个叫做认定了他就是，哎，共同的生团的一份子，啊，这叫和和。那如果叫做生口一和和，叫生和口和，还有心和，还有一个叫做，如果不来，他应该来，可是他不来，那五姑不来是怎么办呢？ 这叫做悲重，他就是例外的。那这个例外的时候，又有例外的处理。那应该跟大家呢叫做嘿，那个不来的时候，那他如果有意见，那个在来以前，本身在那边先处理好，或者是他来了以后，就是一直在闹场。 啊、一直反对啊，让人家会开不下去，或者是叫做和和重要处理的事情啊，谈论不下去，那把大家所有的人都找来啊，这在做什么呢？这个叫北重，这个又另外一个，又有另外一个处理方式。所以，哎，说真的，那个要严谨呢，事实上，刚出家啊，尤其是刚加入生团。 一定要先呢，哎，要五下以前专精戒律。所谓的专专精戒律是什么呢？叫让自己深深安道才可以融。深安道融，你要再进一步的夸开，那你要跟谁在一起？要跟生人在一起。你不懂得这些，然后胡搞乱搞，也是叫做。 叫面目全非，尤其是呢，啊，又来个有权，又来个有势，啊，又来个什么呢？啊，用这些在处理，叫做佛教的声势，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尤其是在戒律里面，叫佛教传入中国，刚好就是在，哎，叫做西汉末年。 东汉初年，也就是公元前后，那时候传入中国以后呢，中国人很重视这些律典，五部律全部都进来，所以保存了佛教的戒律的，还有呢大圣经典的最完备的就在汉系汉传，所以现在在中国。 在汉系里面，《大藏经》里面有五部律，再加南传八六律，有六部，非常非常完备。而且呢，事实上，哎，当我们在读这些，就是还是以四分律为主。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在在那个叫这个律本身某些事情要怎么解决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比较去看它其他的律。 看其他律以后再回来呢？那我们四分律怎么处理？所以古来的大德呢，他们很重视，但是我们还是会以四分律为主，不是叫做以他们的律为主。所以现在在讲戒律的时候，不仅是四分律，还是中国还有清规啊，随方毗尼，还有呢叫做有一些叫做有一些叫做。 佛教要在当地可以落地生根，落地生根，而且呢，要符合当地的叫做文化，又要掌握了佛教的根本精神，又要呢符合当地的文化，尤其是现代现代的法律，这些呢还是不能不知道，还是不能不知道，因为呢。 这些说这里好像看起来是这样只有这些这些条文，哦，应该不止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我们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度，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 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